对，眼睛我会花比较久的时间，要等我一下。好，你看我现在远看都发现最深的是还是眼球，有没有？所以我再把眼球加深。你有发现我画完之后发现眼球不深了，有没有？我再加深，因为眼球加深效果会很好。又出现了，然后再画上眼睫毛跟这个地方，先找阿姐嘛，眉毛，对对，眉毛，对，讲错了，先抓一下，好，先抓这个位置有没有？然后再稍微先涂一下，然后等下再稍微画一点点一根一根的就好。好，这是鼻子的那个阴影，再把它加一下。你会发现，我比如说，我都是边看边画，然后说我会闭上一只眼睛，就是看一下它的亮点在哪里。闭上一只眼睛的，稍微看一下。好，闭着不要就睡着。只能闭一只。对。不能全闭。画的画那个眉毛，眉毛就也是靠感觉，不用像这样一根一根的哈，你就稍微靠感觉，因为我眉毛再画一根一根的话，会把这个抢走哈，所以你就稍微有那个形状就好，稍微有那个出来哈。好，要擦亮点。软橡皮就给它这样，这样捏哈，捏这样尖尖的。口香糖吃一下可以。好像哦。不要用口香糖，把那个你看眼睛最亮点是不是在这个地方？有没有？我要擦之前，我再把旁边加深一点，因为刚这之前亮点我就留下来了嘛，所以可以这样稍微这样。就一点点就好。然后再看到这边，如果发现太这边亮，然后这边太亮的话，再上一点点。然后看到这边也是有个亮的，有没有看到这样？这边所以擦出来是不是？好，越来越像了。好，然后最后再闭上一只眼睛，再看一下哪边需要加，再看它一下。就做最后的修饰。但是也不要太苛啊，就是大概差不多就好了。
嗯，差不多了，这样就可以收笔。好难的，好难的，老师。